谁干的？这条子谁啃的？这是谁啃的？是他啃的吗？你没啃是吧？你啃没啃？我问你呢，你啃没啃？你别扒拉人家。你啃了吗？啊，他啃的是吧？行，谁啃的我惩罚谁啊！你不嘚瑟吗？一天，我让你嘚瑟啊！你不啃吗？愿意啃吗？我让你啃。我太难了，高铁。最近我压力很大。这回得劲了，这回。这你别笑。就这一个零食啊，放到这里。谁要是祷告祷的那个规范的话，谁吃啊？开始祷告吧，看你俩谁规范。应这样评判来说的话，应该是大欢规范。大欢露一个眼珠子，你露俩眼珠子不规范啊？行，你露一个的，行，吃吧。那你找他要啊？那你找他要啊？你咋整啊？就那一个啊？完了，让他给你一半，让他给你一半，没了，别给了。我信你个。